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日子。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诞辰日。98.2%的多数票通过了在伊朗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其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伊朗人民积极踊跃地参与投票是主导社会的价值，也就是说，选举的原则就是征求人民的意见。这作为伊朗伊斯兰体制结构中一个决定命运的重要原则而被制度化。此次全民公投是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举行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奠基人伊玛目霍梅尼从一开始就伊朗人民积极踊跃的走